Hello， 大家水哥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王者峡谷跑得最快的人，这个运的是那个 B 车子爵啊，也是新的 B 车，不过感觉更喜欢金刚狼啊。我们可以看这个跑得非常溜啊，非常顺。这边基本上这前半段基本上都没有碰撞，而且这边是氮气加速直接漂移啊。这主要应该要跑得非常溜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看这边跑这边非常顺滑啊，感觉就像是都没有怎么发生什么状态啊，就这样子一路漂移下来啊。一路加速下来，这边又是一个近距离加速，然后这边直接是往这里过来啊，不需要往那边拐弯，那边拐弯不好跑。我们看看到这里，除了到这里啊，这里碰了一下，前面都没有碰过啊，感觉都是非常快，就像开挂一样。这些峡谷都感觉太溜了，这里应该是有个草丛的，为什么它这里没有掉的？一瞬间就飘到这里啊，跑到这个主宰这里了，这个速度非常快啊。主宰那个好像打人也不会多疼啊，他也不会阻挡多少厉害。这边一个氮气加速，再一个漂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近道，就这里，这上面有一个加速器的地方啊，就是自动加速。然后这边孙膑给你一个那个，就相当于那个光环啊。然后这边一个氮，就几个弯道、哦、跑一下就直接赢了，非常快啊，一分还不到二十秒，我都跑了1分42秒。